やすさ、あっちだ。うすだ、行くぞれ、ゴー。是保卫科科长的女儿，小小年纪还挺机灵。放开我，你们这群混蛋。要懂礼貌，我们这群人辛辛苦苦在这里等你，你这时候应该说多多关照。你们要干什么？请你演一场戏。辞了带给。嘿，这走。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你们放了他，你们要杀要剐，冲着我老太婆来。老太太，我们的不会杀你，而且会放了你。放我？你们放了他，杀了我，我死。他的不能放，我要你去马上告诉沈莹姐，她的女儿在我们手上，问问她想不想跟我做笔交易。交易？没错，她会明白的。具体的时间地点我们会告诉她。什么？鬼子抓走了小敏，要用她做交易？魏大娘，快去请医生。是，和大娘扶到屋里去。是，来来来，英姐，跟我来。好。关书记，鬼子绑架了小敏，肯定是想交换那个被俘的中岛健。他们的胃口不止中岛健，还想交换戴遂昌。哎呦，不管怎么样，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救小敏啊！你说怎么救？我们现在不知道敌人有多少人，他们藏在哪儿？武器装备怎么样？怎么出手？那也得救。如果小敏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对得起她牺牲的父母啊？英杰，你以为我不着急啊？老庞夫妇也是我的生死战友啊。关书记，你是不知道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皖南事变那个腥风血雨的夜晚。
咱们一起突围，被敌人死死追赶，要不是老庞拼命的掩护，咱俩都活不到今天。小敏是老庞夫妇留下的唯一骨肉，我发过誓的，一定要把她抚养成人。这次要不把她救出来，我都没脸活着了。英姐，我对小敏也有特殊的感情，比我自己的孩子还要亲。我们一定要救她，可怎么救？我们得先把自己冷静下来，再想办法。这样吧，英姐，马上提审中岛健。好。你们来了多少人？藏在什么地方了？你说不说？石科长，你冷静一点。湖山的这场风波是越演越烈啊！一个戴遂昌把日本人、国民党特派员全都引来了，他们越是这样着急，越说明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。戴遂昌一落网，他们就这么紧张，怕是怕他说出其中的秘密吧？湖山是刚刚开辟的根据地，我们的力量还非常薄弱，离敌占区又很近，我担心关月霜他们顶不住穷凶极恶的敌人。这场战斗已经箭在弦上了，如果戴遂昌真的掌握了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之间暗中勾结的阴谋，我们一定要借此机会彻底揭露他们。是。这样，你带上一个班，连夜赶到湖山镇支援关月霜，一定要看好戴遂昌，千万不能有丝毫的闪失。是。关书记，啥都审不出来，我恨不得一枪崩了他。黄司令回电了，连夜派李参谋来支援我们，必须要保护戴遂昌。那小敏怎么办？时间拖得越久，他就越危险。既然敌人留他来做人质，我们可以再等一等，看看敌人要耍什么花招。不能等，等下去太被动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这个中岛健留着也没什么大用，不如我带着他主动去交换小敏，借机摸清楚敌人藏在什么地方，有多少人，摸清了他们的底细，咱们就好办了。这太危险了。哎呀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，这样不仅能救出小敏，而且能寻找时机消灭鬼子。但是这帮鬼子很狡猾，没那么好对付。我会借机行事的。好，我同意，但是绝对要保密，只限于你我两个人之间。你想，鬼子怎么知道小敏是你的女儿？这关键还是出自内奸。这个内奸太可恶了。所以你不在的时候还有一个棘手的麻烦，戴遂昌不能关押在县委大院和保卫科了，这里已经彻底暴露了，你必须给他找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藏起来。我倒真有一个地方。哪里？屠宰房的地窖里。地窖？屠宰房的老狗是我的内线，绝对可靠。行，戴遂昌的新关押地是最高机密，谁也不能透露。现在不仅是鬼子，国民党顽固派都在打他的主意。我刚刚去试探了那个姓范的特派员，今晚的劫狱八成就是他。明白。吴大鹏，这让你反省，想清楚没有啊？沈科长，我真不是内奸，早知道跟你来湖山是这个下场，我就留在前线跟鬼子真刀真枪的打，省得在这里既要跟敌人斗，还要防备自己人。哎呦，你还有理喽？谁叫你违反纪律跟惠姑谈对象呢？我拜托你抹什么眼泪啊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有种证明给我看。
我怎么证明？我交给你一个绝密的任务，单独看着戴遂昌。你不怀疑我了？我从来就没怀疑过自己的兄弟。审查你是为了迷惑内奸呢？真的。大鹏，我把戴遂昌交给你，就意味着我把我的命交给你了。如果保不住戴遂昌， 我只能以死谢罪了。沈科长，谢谢你给我这机会，我吴大鹏绝对不会辜负你对我的信任。好了，把戴遂昌交给我，你们可以休息去了。哎，沈科长，你要把他带哪儿去啊？我要把他带到哪儿去，还要告诉你啊？ 走，老实。此时，沈英杰深感危机四伏，黄司令严令保护戴遂昌三天，这才熬过了一天，就遭到明枪暗箭这么多轮攻击，还有漫长的两天。 不知道还将发生多少难以预料的危险。沈科长来了，沈科长，我说，走。 什么地方？凑合混蛋！我告诉你，这是最安全的地方。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在这儿待着，明白吗？明白就好。好，走。这干什么？哎，这是干什么？啊！你们把俺放在这个小洞里，俺俩先分开吧，原来。 下去了，民俗组织，民俗组织，俺俩要控告，俺俩控告你们，俺俩要见愤怒委员，你们不能这样，俺俩民俗下去了，俺俩抗议，俺俩抗议。沈科长，您放心，这家伙绝对不会让他跑掉。狗叔，大鹏，我拜托你们。 解开，是。沈科长，你一个人去枪毙他，这小子贼劲儿挺大，我去叫几个战士来帮忙。不用了，走，快。 肖部长，啊，肖部长，啊，我来审问一下昨天晚上俘虏的小鬼子，啊，怎么回事？他人呢？沈科长把他拉出去枪毙了。枪毙？在哪儿枪毙啊？我不知道，他没跟我说。他一个人去的吗？是的，他不要人帮忙。 快点，把东西放到杂物室去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戴遂昌呢？他人呢？沈科长连夜把他转移走了。转移？转移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没人敢问。王莹，王莹，王莹，来了。哎，老肖。王莹。
怎么了？你知道沈科长为什么要急急忙忙枪毙那个小鬼子啊？啥？他把鬼子给毙了？他还把戴穗昌给转移了。转移到哪儿去了？你也不知道啊？你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会知道？哎，我是想你们平时不是挺那个的吗？他啥事都不瞒你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平时听哪个的呀？对不起啊，我说急了，我是心里纳闷啊。你看，这好不容易抓住一个小鬼子，急急忙忙都没审出个什么名堂来，就把他给枪毙了。你说这沈科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你去问他呗，干嘛问我？哎呀，哎，不对，你说他会不会是私自把小鬼子去交换小敏了？啥？你上哪儿去啊？我找他去。鱼，我大日本皇军不怕死，你开枪啊！你看我这态度啊，对你这么好，是要杀你的节奏吗？你不枪毙我？哎呦，枪毙你太简单了，我留着你这头蠢猪有大用处。谢谢，我下去了。跪下，跟我说话要讲规矩。哎，我还真以为你不怕死。实话跟你说，你们这帮人卑鄙、无耻、臭不要脸啊！这打仗打不过我，就绑架我的女儿。我要用你去换我的女儿。你顶想要我去换你的女儿？快说，你们到底来多少人，藏在什么地方？我不能说，我要是说了，你就枪毙我，然后带部队包围他们。哎呀，可以啊，但我告诉你，我是偷偷把你弄出来换女儿的，我麻烦惹大了。你看看，前后左右谁都没带，就我一个人。他们藏在哪儿？我不能说。大神，我可以带你去。成交。嘿，走，神，快点。报告，进来。关书记啊，我托人从中药铺给您带了一些当归枸杞，这东西补气生血，好着呢。肖子平，谁让你瞎操心的？哎呀，关书记，您看啊，您为革命负过重伤，还为了革命工作废寝忘食的，我们这些做下属的心里边心疼啊。好，你这心意啊我领了。哦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关书记啊，我有些事儿不知道该不该讲。说。是这样，昨天鬼子来偷袭，我们好不容易抓了一个俘虏，还没来得及审问出什么，今儿一早啊，沈科长就把他私自拉出去了，说是要枪毙。我认为这样做很不妥。哦，在哪里枪毙？不知道啊，我找了一大圈也没找着。我在想，沈科长的女儿不是被敌人给绑架了吗？我怀疑沈科长会不会是拿俘虏去交换了。不会吧，这可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。是啊，咱们共产党人怎么能拿原则做交易呢？哦，还有啊，关书记，咱们现在不是得全力以赴保护那个戴穗昌吗？沈科长他私自把戴穗昌转移出去了，谁也不知道藏在哪儿。他这样擅自行动，我觉得很危险。好，我知道了，等他回来我会严肃地找他谈一次。你先回去吧。哎。哦，告诉同志们注意警戒，防止鬼子再来偷袭。哎，关书记您放心，昨天晚上把那些日本人打得屁滚尿流，肯定不敢来了。
骄兵必败，一定要注意警戒。是。你们的人是不是藏在那儿了？是的。我可警告你啊，不要跟我耍什么花招啊，我随时可以崩了你。你敢崩了我，我们野田组长一定会替我报仇，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那就试试看吧。哼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我不要！按照和关书记商定的秘密方案，沈英杰带着被俘的中岛健深入虎穴去交换小米，借此摸清鬼子的底细，有多少人藏在什么地方，以便调集部队围歼。为了防范内奸，这个秘密方案仅限于关书记和沈英杰知道。野田君、そんな騒ぎするのはただものじゃないと思う。山本、人を連れて守り込め。はい。下面人听着，我是湖山保卫科科长沈英杰，叫你们野田组长出来说话。黑田自治科官。我是野田一。人放下枪，举起双手走出来。你少放屁了，我是来交易的，不是来投降的。看清楚了，这可是你兄弟呀。那可是吗？把我女儿放出来。你给我能死人的鬼。慢点。朋友，太没礼貌了！命令你，
先把我的人放了。你绑架我女儿，你有礼貌啊？我命令你先把我女儿放了。我留办的。你胆子很大，敢一个人过来见我。我拜托你啊，是你自己提出要换人的。你这猪头兄弟，我给你带过来了，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吧？自己打自己脸啊！西蒙，你要做我都可以的，可以做我都可以的。啊！西蒙。你一定很不友好。谁跟你友好啊？我现在谈判换人呢，你们对我这样，你们友好了吗？把他去掉了。哎，你的人我给你带回来了，我女儿呢？放她出来。不要紧，我们的交易还没有完成。我们来这儿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戴遂昌，只要你能答应帮助我，我保证你女儿能够平安地回到你身边。哼，你说你们一个个长得都人模狗样的，怎么净干些卑鄙的事儿呢？打仗打输了，绑架我女儿，要挟我换俘虏。好啊，我答应了，人都给你带回来了。你们又言而无信，变本加厉，你们还是军人吗？土匪吧！按照你们中国的兵法说，这叫兵不厌诈。如果你想救你女儿，没得选择，只有答应我们的要求。沈先生，其实戴遂昌是汪精卫的人，用你们的话说呢，他就是一个大汉奸，是你们的敌人。我们皇军现在只是想帮助你，帮你一起去消灭戴遂昌，你又何必非要保护他呢？你得好好想一想，是戴遂昌重要，还是你女儿的命重要？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女儿是死是活，你得先让我见她一面。司令官，嘿，嘿，
小敏，我看看，看看，让爸爸看看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爸爸，你没有受伤吧？没有，那都不是事儿。好了，不哭了，要哭啊，回家哭去，不能在小鬼子面前哭鼻子。爸爸，你不应该来救我的，太危险了。哎呀，危险算什么？只要能把你救出去，爸爸死都不怕。爸爸，爸爸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。放心吧，爸爸心里有数。爸爸，小敏，爸爸，爸爸，小敏，小敏。考虑的怎么样？其实很简单，只要你灭了戴遂昌，我马上把他还给你。如果我干掉戴遂昌，你真的能把女儿还给我？没错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提着戴遂昌的头来，我马上把你女儿放了，而且我们马上离开湖山镇。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怎么决定？要不戴遂昌死，要不你女儿死。我跟你拼了！子雷。爸爸，爸爸，你放开我！你敢动我女儿一指头，我活剐了你啊！我马上毙了你！哎呀，有种开枪啊！人，罗大官，杨梅龙，沈先生，起来。沈先生，别跟他们这帮野蛮人一般见识。您对您女儿的深情厚爱，我非常感动，所以我决定帮你。这样，只要你肯和我们合作，我保证你的女儿不会受到任何伤害。否则，我也无能为力了。你们不会伤害我女儿吧？我们当然不想伤害你的女儿，这就要看你的选择了。你是选戴遂昌呢，还是你可爱的女儿呢？我要女儿，我答应你们。不过你们也很清楚戴遂昌的重要性，如果我干掉他，我的上司肯定饶不了我。沈先生，我从一开始就看出你是个英雄好汉。英雄好汉怎么能一条路走到黑呢？你杀了戴遂昌就来投奔我们，到时候你想提什么条件，我们都答应。沈先生，怎么样？行，我干。你真聪明，我喜欢。很好。那咱们的交易就开始了。我只给你三个小时的时间，如果三个小时以后你不能替戴遂昌的头来，你知道后果怎么样？快去吧，我等你。鶴子さん、あいつは俺らを騙す可能性があるか。素直に我らと合作するわけない。でも君も見たろ、娘にの感情。娘が我らの手にある以上、やつは選択ないんだ。そうそうそう。あのうな連れて来た時、やつはめちゃくだ。
俺は長い間やってないんだ。あの女は私に導き。バカ。野田君の恥だ。野田君、やっぱり予断はダメだ。気をつけた方がいい。君、みんなを山掛けに送って、私は沈静をびっくする。半信に連絡。敵を知らべる。鶴子さん一人危ない。ついていきます。お前は今積極的だな。鶴子さんが勇気と知恵持ち、感心する。出発。就在沈英杰只身犯险的同时，苏城地下武工队为了查出内奸，再次行动，铤而走险。师傅，接个活。哎。包翻译，这次行动很危险，你要小心啊。湖山的情况很紧急，我们能不能查到那个内奸？再次一句，等完成后，你的身份很可能会被曝，立刻转移到湖山根据地去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走了。宮本さん、おはよう。冯さん、いつ酒を送ってくれんだよ。あ、問題ないです。二人が時間があればいつでもいいです。それじゃ、今晩はどうだ？はい、今晩8時で台北酒楼で待ちしております。よし、覚えろ。女が必要だ。はい、はい。
上演。别问胸口之上洒满热血，那是我记忆。